喺阿 Kyle 开始之前，听我嚟少少开场白先。以前我哋细个喺一啲游乐场，佢哋话有一啲古代嘅文物展览喎。后来原来系咪都系假嘢嚟嘅？而家香港有一间咁样嘅故宫文物博物馆，好靓，好多嘢睇。佢哋影咗好多相，所以我由呢度开始讲一讲俾大家听先。接住由阿 Kyle 去介绍啦。大家好，我今日咧去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，你睇下几大？其实咧今日咧7月3日星期日咧系第一日嚟嘅，本来咧7月2日星期六咧系去本身要第一日开嘅，不过咧因为台风浅巴文系天文台发出8号风球啦，咁佢哋宣布咧去取消咗唔开啦，咁咧又喺7月3日开啦，咁我今日咧第一日嘅。咁咧，佢哋用咗咧，起碼982日啊，少咗1000日咧，去起呢一座香港故宮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嘅。咁佢就算有疫情咧，佢哋都照繼續做嘅。咁佢哋用咗起碼1400個工人啦，工夫期。咁佢哋建造咗呢一個好宏偉嘅一個博物館啊！咁佢哋都做咗啲綠化設施嘅，你睇下呢度有幾多草。嗱，千祈唔好遷大或者砸佢哋。別咧，起碼有9個展覽館嘅，1至7咧係一個普通嘅展覽館嘅，8至9咧佢係特別啲嘅，咁咧要另外收費嘅。咁佢哋當然8和9嘅展覽館要加價啦。咁你見到咧，外牆咧係紅波波嘅，因為呢個故宮文化博物館啊嘛，所以咧佢哋咧採用咗故宮嚟做咗呢一個入口啦，故宮嘅特色。其實佢採用咗紅色嘅原因咧，其實咧，因為呢度香港故宮博物館啊嘛，咁所以咧，佢用咗紅色嚟設計，好似喺故宮嘅入口咁樣啦。我應該講錯咗，應該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先啦。哇！入去啦～呢度咧，佢採用個天花啦，係類似波浪形嘅，咁一級級，係呈黃色嘅。呢度咧，佢咧，如果你遠距離睇咧，成幕牆都係白色嘅。近距離睇未必睇得到啦，不過遠距離睇係全部白色嘅。咁咧，點解佢係白色咧？因為睇下嗰度，佢嗰度咧係巢咗少少嘅。即係代表呢本係一本書嚟嘅，不過咧當然嗰個唔係鬆嘅啦，係硬噶。呢個係1號展號廳嚟嘅，咁我哋見到咧呢個係紫禁晚場，咁佢講翻佢啲建築啊，當時嘅生活啦、類似。呢個排隊啊，呢個就入口啦。呢一个咧就系皇帝嘅袍啦，系黄色嘅。我啲好珍贵啊，要好好珍惜啊！呢啲佢件衫咧有9条龙嘅，咁佢个名系叫明黄色云龙纹蓝丹朝袍。呢度咧就系皇帝坐嘅位置啦，
咁佢后面咧有个屏风嘅，好啦，见到啦，嗱，蒙蒙底嗰度咧就系诶紫禁城嗰幅地图啦，睇下几大，有啲人唔可以离开喎。呢个咧就系兵器图啦，咁大家千祈唔好用闪光灯啊，为咗好好保存佢。啊哈，几长，都要起码用好多日先完成。嗱、啊，这个咧就系打猎嘅用具，俾皇帝嘅。咁咧，皇帝都要识统治嗰个国家啦，亦都需要识统亦都需要识去打猎嘅。不可以靠派人去打猎嘅，佢都自己都要打猎嘅。好，呢个咧就系啲剑啊，一套住。公里里面可能一蚊出嚟嘅，就打噶啦，一蚊出嚟。嗱，呢啲咧就系佢啲剑啦，咁之后咧。有啲咧系啊，你写住腰刀咧，即系挂喺腰嘅，都几重噶。咁呢幅咧，应该大家都成日都见嘅，因为咧，新闻啊，佢嘅。那个平台啊，即系佢嗰个博物馆嗰个平台啦，同埋啲嗰个展览嘅入口咧，都有 show 呢幅图嘅，都好common 嘅。啊，咁呢啲啦，就系啲装饰品啦，咁啦，你见到啦，有啲系穿喺手环啊，有啲穿喺个手指啊，有啲系拮喺个头嘅。好啦，咁呢一个咧，皇冠咧就应该系俾皇后嘅，咁啊呢度写凤啊，龙凤啊嘛，龙系皇帝啦，凤系皇后。系一个小型嘅望远镜，咁啦，就算咧喺呢度咁样望过去啦，其实都睇唔到噶，因为闩咗。好啦，咁啦，我哋去到四号展厅啦。咁啦，去睇佢哋朝代嗰个皇帝同皇后嘅样啦。咁我跳住，因为啦，可能另外第二号线即系咧，好多人啊。咁啦，呢度咧就系、是、你变咗皇帝，咁佢整理个样咧，变做呢、這、一个嗰、那个皇帝个样咯。都幾硬，嗱嗰個咧都係枕頭嚟。
名称咧就系由 M 加啦，咁你另外一个博物馆你可以系要预约嘅。咁之后咧系去差唔多尖沙咀啦，嗰边海港城同埋钟楼嘅。咁之后咧扫过去咧就系、是、香港岛啦，就系咧呢一个湾仔北啦，之后就系中环啦，上环之后咧去到西环，之后嗰啲岛咧就系、是小青洲同埋大青洲。咁就出寨海噶啦。咁啊，評分啦，咁其實咧，我覺得咧啲都佢啲寶藏啦，都幾正嘅，真係寶藏得超好嘅。咁啊，其實咧呢一座大樓咧，點解用橙色咁嘅設計嘅建築咧？就因為咧，佢一年四季去採光啊，採啲陽光。咁啊～咁啊，真系評分啦！咁啊，其實啲陶器咧，真係冇得頂，真係保存得好好，好靚好靚，所以我要俾十分啦。咁啊，人都好多噶，大部分都係講普通話嘅人啦。咁啊，啲工作人員都幾 nice 嘅。咁啊，你都不妨一定要嚟呢度去睇景。同埋去呢個公園玩下啦，好。拜拜。呢個咧係一個自動門嚟嘅，嚇，係一個故宮嘅一個自由化嘅門嚟嘅。